你知道啦，是啊是啊。好吧，各位好，我是马来堂哥，今天来到槟城的市中心。有粉丝说他来了槟城，并住了我的酒店几晚，我就心想，我哪里有这样大的本事可以开酒店啊 ？The Edison 就以为是我开的酒店啊，其实不是我的啦。那么今天既然已经来到了，我们就来住一晚了，好吧？走。果然这位粉丝有品味，好，你看到吗？一进来这个大门，因为其实槟城这边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，然后以前槟城就是英殖民地，所以保留了很多这样漂亮的建筑了。好 ，Yes， 我要问一下啊、这里有什么套房啊？我们有三种粉丝咯，一个是 Deluxe，、然后 Deluxe Premium， 然后另外一个是 Suite。Suite 是一晚要多少钱？Suite 一晚的话是1000。可以啦 ，Edison 遇到 Edison 没有办法啦，可以啦，我们就拿这些钱啦。咋感觉挺为难事的？你的套房的号码是117 ，OK， 所以这个是他的钥匙。哇哦！我们是走比较传统模式，我们是用钥匙的。这个、好像是那个马鞭样子哦，哇，蛮有。收起你那危险的想法。哇，真的很漂亮哦！这间房子可以知道一下是几年了？这个房子其实有117年的历史。哇，所以包括楼上的这些窗口啊、门口啊，全部都是117年。哦、对，就是。啊，带你们去后面看一下。哦 ，The Lounge， 这个是可以随便吃的。对、给马来西亚的零食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呢、啊。你看啊，这个啦，这个咪咪、这个都是我儿童吃的，而且这种山楂饼啊，都是我很喜欢吃的。对，现在是我们的 wine tasting hour， 所以在这个时间我们会 serve 一人一杯红酒。真的服务真的不错哦，谢谢，来谢谢。这里的风景其实还蛮漂亮的，走，我们去看看的。哦，原来它户外这边还有这样大的一个休息区的，哇，竟然这边还隐藏着一个泳池啊！哦，可是那边有一个人呢、我就不要去拍摄了，不然打扰到别人了哦。走走走，我们上去看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的 library。哇哦，这个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私人空间呐、能要吗？可是其实老屋就下半夜才会自己来。感觉小孩子不懂事乱说话。房间117呢，借住一晚。哎呦我的妈，怎么会有人？喂，你怎么到里面吓到我？我来，进来，你看一下。哇，其实他整个房间他的装修没有很华丽的，可是它是那种低调的那种奢华。来看一下，它可以直接就看到大门口了。好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它的一个洗手间。它不会很华丽啦，就普普通通，可是你就会很舒服哦，可以在百多年的屋子里面住了、哇，来，今天讲谁？哇！这个床按摩真的，因为这个床它是硬的啊，是啊是啊，哇，真的够硬，而且它还有放这样的一个架子啊，就感觉好像蛮梦幻的啦。到底是哪里看起来梦幻了？哎，刚才那边已经有一间厕所，这边还有一间厕所，哦，这边还有浴缸可以泡澡啊。哦，喂，吓到我，这浴缸会痛了。来，就是厕所咯，我觉得蛮不错的啦、空间蛮舒服的，哇，真的好舒服啊。所以你们是喜欢这个 Edison 还是这个 Edison 呢？下一次想看什么酒店留言让我知道哦。马来西亚不累不累。